看城市，家家相似；看农村，各个不同。陋客行者逛乡村，今天来到了萧山的农村。啊，你看，这个村子挺美的，村中央有一条小溪，环境也挺好的，道路整洁。这边是他们的这个村子那个公用的这个洗菜池，洗衣服的。你看，这边很多很多水龙头，看一下有没有水。哦，水是有的。这边是一个长廊，你看，在这边洗完衣服以后，可以坐这里休息一下。这边是一个垃圾回收站，垃圾回收站，可回收的、不可以回收的、易腐的都在这里分类，垃圾分类。浙江的垃圾分类做得非常到位，基本上每个城市的都有，而且是最早实行垃圾分类的，全省。这边有两个小朋友，这个村子里面还有大量的这些老房子。哇，这边一个狗，哎呀，我也怕嘞。走吧走吧，嚯嚯，你看这里又来一条狗，哦哦，哎呀，对，这狗咬不咬人的？啊，哇，这么多狗在你们这个村子。哇，今天很多小朋友，礼拜天，小孩子们都没上学。哇，这边有一条狗，你看，这边的狗都是散养的。这边都是很多是外地车牌，你看，湘、湖南的。村子的房子一般般，但是这个环境它是一流的。为了防止这个小孩子落水，你看，特地在这个小溪两边加盖了这个栏杆。这边就是田地，这是萧山的林浦镇的乡村，大致这个环境就这样。